今天我们又上山跑荔枝了，整了个大背兜，今天准备跑个200斤。哦哟，走了开口口了。啊，开口口这一块。嗯，现在已经不酸了，很甜了。你看谁吃？哎呦，还在漏。谁吃啊？我再上一点轻点的。这几天是大太阳，都是30多度，跟它晒的，比之前那个口感好好多了，简直。嗯嗯，轻点的都要得了。啊，哎，卖得了，已经完全成熟了，种荔枝。嗯，但是现在成熟了，树上都已绿的差不多了，因为它一成熟了，它就绿，看没得，晶莹剔透都可以。哎，干个头，还能干点太阳出来了，热得很，这个找人家早点动手。你这还就拉断，这个荔枝是垂的不得了。哎，他不得就把水果砍了。给我弄垂哟，进去了就断了。嗯，像我们这种重量级的话，简直不敢怕事的，还来个秤砣都去。哎呀，吃个荔枝不容易啊。哎，我上次看这荔枝多少只了嘛，现在从不成坨，留的差不多了，可惜了这荔枝些。没有打过油的荔枝就是虫多，真的有虫，看嘛，我不用看。这个又是粗得很，荔枝漏了好多漏，从我能坑头嘛？那起码是三只嘛，漏了嘛，不是？啊。有了。哎呀，最近贵阳还接得多。这是你的官吧？哎，不行，好紧。
吧，你那喷水。刚刚把荔枝淘起，带来三百个去，下一个接完的时候，拆了三车，一头子没得，三车得了，感觉到那个三车硬了一下，因为我们车子嘛，行驶嘛，它是软的才拆三车，只有吸了火它才是硬的，然后我就黑死拆到，他就感觉到说三车拆不下去，然后我就中间转弯的时候感觉到方向都有点搬不动了，差点冲都坡掉去了。我一下打过来，幸好没得车子的那面，不然的话今天还冲到坡掉去。赛车那个刚刚开，好不容易开动这个修理厂了，好吓人了。现在我心里面都咚咚咚的，还在响。刚刚那个老板娘我看了哈，说是那个赛车那个泵漏油了。现在得等老师回来，我买泵来换呀。哎呀，好吓人了！这山路高去下坡，又是个急弯，如果对方有车子来，好吓人了。然后我就最近，因为跟我们牛滩近嘛，开的牛滩来，牛滩我们那里有个坡坡噻，底下是高速路，我说坡坡高级下来我都害得不得了，后来我就挂的是二档一档，慢慢子缩起下来，我死死踩到赛车，踩到了哪都要跑啊，然后慢慢子才放弃下来了，我就害怕前头突然堵车啊，或者是前头打不赢噻方向，我就害怕跟他撞进去。好黑人了，圈圈绝食，这底下一摊就是漏油了，那个一边那个泵烂了，刚刚那个老师傅跟我讲，哎呀，幸好有惊无险，没得赛车的路上好黑人了，我是第一次，我开了十多年车了，还没遇到过这种情况，想换一换又换不起，一直都在说想换车想换车，但是就是买票儿换的。在五路边经常都跑山路烂路，所以这个亏车得很，赛车也亏得很，车子也偷到偷烂，这段时间天天都在淘荔枝，跑山路跑上跑下的，忙得很。现在如果你要挣点钱的话，就是我都想换一个车。